食材走去倒位去啊？奇怪，到底是走对过倒位去啊？奇怪啊！哎呦，这是什么会啦？啊，什么啊？原来是只野狗啊，还来偷吃我的！哎呀！是伫咧可怜我，所以伊才会哭。莫非伊愿意收留我哦，袂做我的新主人吗？用我食的肉干啦，啊，我食的血啦，啊，我，啊嗨呀！伊有肉干饲我，我第一就对啊。死到你哈！你也敢来偷吃我的物件？啊，你真正是不知影死我哩啊！嘿，啊，你还敢来搞我地？好啊，你还阁真老乡小强啊哈！你，啊，你该死啊！我手提。
静静听哟。是这只狗啊，偷吃咱的物件，惯怕伊，这是要怕什么啦？你是要做什么呀？哎呦，憨的啊！哎呦，可能是巴肚枵才会吃，你是狗呢？马上面告你啊！你，啊，你哪样该怕个安尼死啊？啊，这只狗啊，偷吃咱的肉干，就安尼，哎呦！放伊起心！哎呦，感觉你一个好好人，要甲一只流浪狗计较哟！你敢讲唔知影这因果循环的道理啊？你还知呢？即卖哦，拢是现世报。你我吼，嘛无想要搁再讲你啊！加讲换我咧做口业，你。哎呦！哎，阿妹呀，哎呀，你嘛稍等我一下，安尼哦，哎呀，哼，天啊！我也够以为我会当找到一位好主人，一生有我靠，伊哪会突然间煞秘密？世尊圣言，爱做新田的农夫，是爱自我敬心田，更要在人人心中来敬福田啊。
受之。饭要供养你，卢施主感恩你制作道家，感恩你福慧双修啊！哎呦，梅老皇，梅老皇，紧张，紧张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天好无常，人也常有无知呀。嗯，只要一根草帽，我会当来吃片好补啊。看的动物嘞，哎，带我向前观看一番。哈，是一只狗哩！来来来，哎呀，来，来来来来，跟我们进来，来吼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来。上家你遐凄惨，是甚物哈尼遐残忍，如此来伤害着伊呢？莫好，慈悲啊！一说。是属于在迷茫之境界，不能脱离这生死，这一世就在这一度啊！高丽啊，高丽，来，你免惊，来，我来救你啊，唔免惊。这个高丽实在真可怜，来来来来，唔免惊。你这世来做狗，又是如此的样，你我不知道你是谁，请你救我，救我，救天，救天！
将相编定，待有灵，多你一笑同。看这只狗哩，好像是我真痛苦同款。我应该爱想一下办法，看有啥物物件会当来救这只狗哩呀？这，破铁锹啊！金狗毛，听讲金狗毛可以智慧成机，来。高丽呀，来，你有救了！我来给你服药，你就不会听吼。来，这位好心人，真正真多谢，感谢你救我。如果人人像你这款，我就没好拍到安尼啊！多谢你。高丽呀，高丽，我谢你好，出生有福报，人间水，佛道世尊来修行。我也希望你来生来世能好好去修行，慢慢脱离这畜生之苦吧。吃饭吼，那我请你吃饭吼，爱吃哦，好吃规规条条条，吃吼吃，条条阿婆，婆吼吃，这个人对我真好，伊家己巴肚枵，唔敢吃，又叫伊本来的饭摕来吃嘴。几嘴来气我，告你。
是吗？这作为菩萨，请你用这只狗呢，会当度过这生死，自己呀。